有冇谂过喺屋企都可以受到专业嘅手足护理呢？今日就同大家开箱呢一部六秒手足修磨仪，轻松三步骤就可以做到磨皮护理同埋修剪指甲。呢部六秒手足修磨仪系由台湾嘅 Future Lab 最新研发出嚟嘅，佢最主要嘅功效就系磨走手上面同脚底下面嘅死皮。咁佢就跟机送咗两个磨头，一个就粗鞋啲嘅，另一个就幼滑啲嘅。咁你可以根据个人嘅需求去选择唔同需要嘅磨头。咁佢嘅用法超简单，只要揿实个掣就会可以喐噶啦。只要松手就会即刻停，都系而家即刻试下先。你看到它的磨头都是圆弧设计，这样就可以大面积地去死皮。刚刚我就示范了怎样磨死皮，我发现它还自带了吸尘功能，磨的时候不会飞粉，我一路磨它就一路吸。那用完怎样清理呢？就是将它的上盖逆时针扭开，倒出里面的粉末，再用附送的清洁扫去扫走。那要记得个主机是不防水的，千万不要用水洗护机，但是你可以拆了个磨头下来用清水简单地洗下的。我觉得它最贴心的就是这个金属盖的设计，你看到上面有个开口，其实就给你磨指甲用的，那就不用怕整亲手啦。还有它平时不用的时候就可以当盖咁吸住，那就不用怕整污糟个磨头啦。那怎样可以替换磨砂头呢？都是将它的上盖逆时针扭开，再换上细砂头，然后搭配埋金属盖就可以用来收甲啦。咁呢部六秒手足修磨仪唔单止可以磨死皮，仲可以收埋指甲，设计上面都好安全，唔使惊话整亲自己。而且佢自带吸尘功能，同埋清理又简单方便，简直系懒人必备嘅手足护理机。